我以前都害怕，那时候看。看多少害怕？嗯，刚开始第一次睡觉，还打到个小的，我的天，看不清。我觉得脚趾甲的血，我脚的活化牙呀，人年轻的时候。我不会像脚趾甲的。我都是今天的活化牙呀，还眼睛红肿，眼睛熬夜熬的，眼睛红也看不清，活化牙呀，就是。<laughs> 你们兰州这边多少个人？兰州没几个。几个？几个？两三三四个。你一去过来几个？先修这个。这是介绍的几个。我也没介绍，都是前早前那三个，然后是年前的，我也没介绍。哎，那我去给你咋在几年前咋能找到这个店呢？ 这不会是声音，你这声音不会录了的吧？没事，当天我给声音直接给他评了就行，您该说啥说啥。当天给声音，给声音一去都掉啊。哦。你看跑透了多可惜，跑透了可欢可可惜。嗯。 我之前我那客人也是，相公说你修的脚给人修的可好嘛？他都是甲沟炎，修的可好嘛？他都是甲沟炎。你说他那个指甲，他那个脚上那个或者哪俩灰指甲咋能啊？两家都能磨好？不一定吧。两年，他两年能磨。能好。能好。但是他修一回第一回，但是都他说那月把子才修一回。他得。 那他得勤快，你已经去来一回给他修修了，两家一磨，效果不是更明显？更好。啊，你要是十天半月来一回，也长多长？你给他说一星期，我说三四天不中，三四天来一回，他看看钱同时多少？去年的水一万，看有一万多的，比一万。 早准呢，就是这脚上比较，大了几个隐患，然后我给他，拍视频我还能调。那地好久没修，这上面贴在硬皮上都又长一层。硬皮上又长一层。四个多月了，我回家四个多月。硬皮上又长一层，他说的。你没有光菌，你修修。 他是不是来以后我多久没干，弄不成呀？是不是？对，我说当初这个孙小石，恁都原来都认识，我说当初买个当初回来了，我老了，你说我修修。哎，你这老了，你这脚上也是个麻烦事儿。是不是？都这俩筋。那就这俩筋子，这个麻烦事儿。疼。哦。 那能去掉不能？他这个筋，那能去掉？不行，他这骨头变形了。骨头往外翘，骨头一往外翘着，他这个在回家给我穿软和鞋了，会稍微好一点。嗯。别穿那个高跟儿硬鞋。嗯。穿硬鞋他不接，他不挤。
然后他都不是老疼，不是老疼。这东西你要一急急这些疼的，没来点力，我跟你说，有时候真是。还是，这跟人家说那甲沟，甲沟炎那个疼还是疼，刺疼。以前我前几年时候，我和金丝路时候干时候，然后那李军、李夏他们都是老修弟，也都是多年的修弟，他们是南阳唐河的，他们给我修回脚。那时候我有一个甲沟炎，他们给我修了，修好了呀。后来修好了，现在不会。甲沟炎能修好？哦，修好了，修这这些年了，这都有十年有了，没有法。嗯。甲沟炎是可以修好的。嗯。咱们经常给人家洗脚泡，洗脚这个对手好不好？会不会有风湿吧？没有，没有吧。干净前年没风湿。嗯。风湿还是少见嘞。你给咱这样，你又不是说说你店里别太冷啊，嗯，然后这你得风湿啊，是不是？嗯，这玩意主要是都是。不冷的情况下，它一般是不会得风湿的，只有是。太冷啊，或者是你的关节轻是受伤了，这个有这个风湿风险。哪怕你太用力了，它有可能会骨质增生，甚至会起那种积水。嗯，但是它都不会说是带种风湿。风湿主要是有这个，那时候叫风邪肉侵，你知道吧？嗯，在中医上面它叫风邪肉侵，它跟这个那个是不一样。你必须在那种生活环境当中，你才能，比如说在南方，然后好多风湿嘞，然后在北方好多气管炎了，是吧？嗯。太冷了。行，我之前都是凉拌儿，你那时候凉拌儿，后些都凉拌儿，也是的。后些人住的家都是凉拌儿。他不是说的是，咱不说那叫大会手下的一只是、哦、是的，人说咱那炎黄子孙，炎黄就是咱老祖宗啊，老祖宗啊都是山西老槐树下的啊、嗯，咱的老祖宗都在山西老槐树下的，咱的脚的家个儿他都是个两边的哈，都是我老祖宗。小木哲的家啊、嗯嗯，那我们都是一个老祖宗啊，我老祖宗，我这个小木哲的家啊。嗯，现在老了，那原来两边闲得很，现在还是的，你看。嗯。我姐前两天，然后，嗯，你知道复姓吗？复姓吗？啊，什么诸葛呀，然后司马呀、轩辕呀这一类，知道吧？不知道，哎，有知道。有吧？听过吧？听过，听过，听过。司马、轩辕、司徒、公孙，这属于复姓。然后还有一个奇葩，然后。好多公安局，然后这不是夫妻俩，嗯，选一个这个父亲的姓，选一个母亲的姓，哦、然后这个当为姓，然后这个下边再起两个字，你去派出所注册，人家说恁起的名不合规，不给办理。然后这俩人直接给派出所告到法庭，这好事儿啊！啊，谁父母姓我可不给人家弄是吧？嗯，这后果，这后果不能，这后果不能再过了。那是给他妈的钱搁前边，是父亲的小这钱呗。哪好听哪个钱名？是不是哪好听哪个钱的？你比如说公孙嘛，人家就是公给钱的，你自己弄孙公那叫啥？是不是？他这都是父亲搁前，母亲搁后。这不就是不一样？
因为那时候呀，我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，然后你不是天天叫我菌青？嗯。那时候我叫王俊清，都是为啥我一路喊俊清啊？然后跟这都很惯了，喊这个名字啊。然后后来就是这改回来了。那时候见我的领导真的包括约那王静，还有那那谁那几个。叫我就是王俊清，对呀、啊，这这就很怪异了，这就会改了呀。包括王凌云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。王凌云见我也是王俊清啊。嗯。过去和一直在这喊这个名儿喊惯了。嗯。嗯。现在就是搁嘴边儿去了啊。能改过来吧？改不过来。我还是在这喊。在这喊。他们说我都喊不得了，我说我在这喊惯去了，就是。嗯。改不好。嗯。咋叫呢？哎呀，你都叫徐老师那种，嗯、这里边这里边还没几个知道，我真没人，没几个知道，那没几个知道。